张惠妹乌托邦最终场请来孙燕姿担任嘉宾，两人把经典歌曲融合成《我怀念你给的勇敢》。演唱会当天刚好是孙燕姿老公的生日，现场与歌迷大合唱生日快乐歌。我记得看了电影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要做最后一天的嘉宾。然后那时候就很开心，我看哦，全部都定了。然后我就发现，怎么办？那天是我老公的生日。等一下，老公在哪里？老公你在哪里？生日快乐！哎，他听不懂中文，所以那我觉得你那个时候跟他说你今天有工作，他应该很难过。没有，我跟他说，哎，你的生日啊，我要带你去看阿妹的演唱会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。表示演唱会结束后感觉有点放空，似乎还无法从乌托邦里跳出来。我其实回到后台有点放空，是，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吗？哎，明天开始会不会有点空虚啊？明天你要干嘛？绝对会，因为从现在开始就是。对，要开始放什么？放一点小假子吗？可能会有几天的时间要让自己回到原来的一个最初的一个点，是，因为如果你不回来，你很难，你会一直感觉好像在飘然的超脱的那个现实，是，就停留在乌多邦也不行，赶快回到人间吧。要。Wow News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